在他大学毕业以后，他扔回了他养活的爹。可是有一天，他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，滑进沼泽地，就再也没有上回。责怪小鹤，你可曾细说？有一位女孩，她曾经来过。走过那片芦苇坡，你可曾听说？有一位女孩，她留下一声歌。You